芳芳问玛丽，穿西服戴领带的人是谁？玛丽回答说，他是她的男朋友。芳芳说，玛丽，你从来没说过，玛丽有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。玛丽回答说，他们看人是两个月。芳芳问玛丽，哦，这两个月每天给玛丽送花的人就是他吧？芳芳说，他真浪漫。玛丽说，他的男朋友也很幽默，特别喜欢开玩笑。芳芳说，怪不得玛丽每天都这么高兴。